Hello， 大家好，瑞婉です。好，这一张圣龙记的超载悟空出来之后啦，已经用它带队通关的鹤星跟异星龙了。那么剩下的三难关之一啦，那个红区就 vs 布罗利嘛，这一次打算就带着一群北极豆啦，来挑战一下。然后其中的这一张技术的极限北极豆跟这个素超杯啦，都是首次获得他们200%的队长技啦，所以就顺便拿出来尝试一下啦。 OK， 队伍就如大家所看到的啦，除了悟空之外通通都是北极豆。然后这边的话就带一个布马来回血啦，安全一些些。 OK， 那么就以这样子的队伍来出发吧，因为在利兰贝跟季兰贝啦齁，暖机之前啦齁，其实还蛮危险的。OK， 那个顺位还不错哦。季兰贝跟利兰贝分别在两个位顺位，这个是非常棒的事情啦。这样子来看的话啦，18万、15万、26万连接也还行，不算很好啦，但是还可以接受。那么就行。哇，有这个悟空50%的 extra 辅助啦，就是不一样。那一个紫双人的攻防能力啦，拉到非常高，送啊。OK， 没记得149万起跳。然后这边悟空没有开到超必杀，所以没有 extra 50%的提升。OK， nice， final 卡没哈没哈。好啦，哦吼，三连必杀，送。好啦。OK， 必杀过来啊。不过三发必杀之后的防御力还算可以啊，应该扣个20，哇，真的是20出万，30万。队伍的血量应该有60出万，想来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哇，69万，已经接近70万的水准了，还行，非常的理想。OK， 这一边的话，悟空老实说没有特别需要他开超必杀啦，就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回血，因为这边其实有前后两个辅助啦， Vegito 应该蛮安全的。24万、22万、20万。 OK， 赤足赤够足，防御力再次提升，393万，30%的减伤，稳啦。两下，三下，四下 ，OK， nice， 几乎要叠满了他的被动。没几刀，所以然后高确率，用这些蓝贝最美送的地方就是在这边啊，完全不愿意发动必杀，200%的队长技不错嘛。 OK， 硬拿。这边会有受到足够的打击，可以好好的把被动给叠上来啦。如果可以被打到十次的话，下一轮再登场就看破必杀了。26万。 OK， 所以然后就稍微回一点血，顺便把都看论给叠上来啦。OK， 被动全满，第五下。OK， 30%的减伤配上相当高的防御力，还是被打14万，还是有点痛。那始终就是开了必杀之后防御力才上来的角色，而且这边的连接也不到特别好，可是虽然说这样讲啦，我们的血量还是维持在30万左右，斯巴拉西应该是被打够10下了啦，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。OK， 再来。final 卡没哈没哈。这个被动叠得相当不错，被动叠得相当不错，快要满了，已经7下攻击了。
所以气到后尾啦齁，绝对是猛的啦。OK， 拿来回血。好。哎，不过这边其实我有一点想考虑的点，就是这么个白法，主要是这一张丽兰贝的防御力啦齁，它可能叠的没那么快。就怎么叠呢？稍微思考一下齁。反正悟空这边不要打那么快好了啦。然后看一下齁，这一张的被动其实有一点久没用了。每次必杀发动攻防 10% 提升。哇。蛮醉。不过就安全考量，我觉得这么个摆法是比较好的啦。此机哇。这个样子。好，可以。然后留给下一轮可以拿来回血啦。这边也是。我这边是故意不让他开到超必杀的啦，这张好友的财神悟空，因为太危险了，他的火力实在是太猛，如果给他开到满的话 ，OK， 再插三下又可以看破必杀了 ，Ora， 杀死他被激动，有50%的辅助，然后连接也不错，应该扛得住了，轻松吧。13万有，不过还好，真的是把这个智商人摆在二号位啊，安全点。高学历，喂，李兰贝，哇顶，买咁用嘅咩？一下被动都没有叠到啊，混账！这个是没有辅助还是怎样？我这个被动是叠满的啦，我可以确定被动是叠满的了。那么也就是说没有必杀来耶，哇好爽哦。然后35万、36万跟19万 ，OK 的啦，这边3啦，斯巴拉西，5颗珠，防御力足够高，然后开了必杀，防御力又会更高，曼戴纳斯。694万，叠满被动就是不一样。哦吼，Exact， 怪物黑攻。5点彗星都可以触发，哇，还不错。然后接着是 Final， 卡梅哈梅哈，破 Final， 什么都没有 ，Final， 卡梅哈梅哈，哦，751万，这个火力。哎，这个火力很猛喂，可以嘛？一个了。哇，这边也是 OK， 碎。虽然说没办法看破必杀是有一点小遗憾，不过我觉得都可以接受，都可以接受。然后超必杀有，不过这边要开那个威是肯定的啦，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待机。不过有 40% 的减伤在，想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。11点，轻松，30万，20万，差一点死，不过就没有问题啦。只要过渡这一回合，下一回合也是安心的。因为也是有 40% 的减伤。好啦。这边的火力应该足够吧？没记得。爽！反击！我操！再来！我操！哎呀，没有彗星，好可惜哦！哇，买吗？你又是给我先攻，要秀！这个真的是要秀，既然这样子的话啦，反正我也是知道你要搞什么的啦，先这个样子先，再来嘛就没法躲啦，因为他要先攻必杀的关系 ，Wish 就再开多一个，
反正我们就是以先过渡为主，先过渡为主。So stay， 这边老实说不是太美，都喜欢的，嘛，是的呐。哎，中确率会吸。哎，然后这边只要过渡，下一轮再登场 ，Vegito， 哎，就有了我们的智双人啊。哎，哎，哎，有又5,410,000，可惜啦，为了连接。OK OK， 再来。哦吼 ，Final 卡没哈没哈。对了，没错，哦吼 ，Final 卡没哈没哈。那只要这一轮可以过渡过去的话，下一轮其实也蛮简单的啦。哎，976,000，一个子，哗啦啦啦。然后因为是满气的关系，所以就必定连击啦。哎，这一轮打下来还蛮不错的，虽然说是有一点小惊险啦，血量告急啊，哎，但是还是顺利啦，Fusion 是不是说卡卡鲁多？耶，卡泰！哦吼哦，这边，ちょっと待ってね，这边要怎么搞呢？反正现在 Wish 的40%还是有存在的啦。老实说，我很想这样子来一个反击风暴哎，可是 Vegito 超必杀是开得到啦。等下等下等下，反正不管怎么个样子啦，主动技我们先来开先，看一下哈，420,000的防御力，一个子，哇，这个伊玛达好有气势啊！没错，就是伊玛达，解决掉布罗利吧。哇哦吼，这个火力，你给你这样 ，OK， 这边的话我就敢敢啦 ，Vegito 反击风炮70%的那个减伤嘛，最后只有三颗，不过因为本身克数的关系，所以没有什么问题啦，啥的。嗨，反击风暴！我操！哇吼！我操！我操！我靠！好爽！啊操！哎，来啦！711,000的火力，然后会为悟空带来30%的攻击上升。哎，是三十还是35%？我忘了。呀呗！来啦来啦来啦 ！Broly 上 ！Come on！啊，有哎 ，Zack 没，133,000的哦，反击风暴爽，再来，哎呀，彗星擦不爆，哇，这个财星的也太猛了吧，大佬，真的是大佬，1,557,000，然后这一回合必定彗星，然后必定连击，靠，这样子就40,000,000的输出了。加上那个主动技已经40,000,000了，再来多一发就50,000,000啊，不过530,000，哎，普攻都有530,000，可诺奇卡啦，只有一死机甲。然后这一个极限北极豆，2021年年头极限的北极豆也是很猛哦，刺了200%之后，最重要的是他是辅助角色啊，干。先攻必杀喂，而且还两发必杀，这边有一点小难度，不过应该没问题，撑得过去。然后 ，Motto， 一个子，伊玛达，可能这一发下去就干掉了。啊，差了一点。
这个有三条连接，这边的话四条连接，要不要这样子摆啊？应该是 OK 啦，然后顺便都看过来总结掉就可以啦。想法非常美妙，而且反正辅助还是有到位，49万5，哦吼 ，OK 的吧？这边直接来啦，还想什么？一个字 ，Come on boy， 完全没有再害怕的啊，哦吼，特殊，然后又暖机完成的技能背，简直不要太强，啥都看不。红 key 我没 set 掉了，600万。哎 ，spark， 也太爽了吧！被击倒，把被击倒们带出来就是爽。今年最遗憾的就是没有新的被击倒罢了。买哪路？卡没哈没哈。哦特，轻轻松松，欢乐巅峰。就是这个样子啦呀，那个伊玛达真的是太好用了，而且这一张悟空啦吼，他的辅助 50% 防御力太过猛啦，直接让那个紫双人活回来呀、啊！真的是活回来耶！大家看到没有？这样子连接30万的防御力，开了必杀技之后啦吼，再加15万，因为是超必杀嘛，大幅上升，直接有45万的防御力，配合30%的减伤。哇，那个真的是碎啦！完全就是把这些角色啦吼，已经接近要淘汰的状态，跟他整个拉回来。哇，真的是直接跟他拉回来，有没有？好爽哦！然后，彩星状态下的超赛悟空很猛，真的是很猛。只不过可惜他就是没有复活这条能力啦。不过按照剧情来说，他也没有复活啦，所以就没法躲啦。不然的话真的是会跻身最强的船浆，就差了那一点点。没办法增加错容力，就是输在这个可惜的点啦。不过整体的强度是非常猛的啦，然后再把他们北极豆给拿出来使用，至少啦这些旧的北极豆完全的拿上来啦。好爽。OK，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加马塔尼。